好声音学员歌单大揭秘，第11首歌是什么？李荣浩老师的耳朵。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，茶饭不思呆呆的你望着。就这样。第11首歌是我的心是油炸的蚕豆，唱一下开头吧。我的心是油炸的蚕豆，就比较有意思这首歌的歌词。十一首刚好是同类，然后已经听了290遍了。风停了又吹，我忽然想起谁，天亮了又黑，我哭了好几岁，心暖了又灰，世界有时候孤单的很，需要另一个同类。好的一天正好是丁世光老师的。这个时候我知道这就是好的一天、yeah、赵杰康的唯有。唯有我能供你白首，陪伴着便于事无求。我的第十一首歌，歌单里的第十一首歌是梁博的灵魂歌手。灵魂歌手开唱瞬间能击碎万颗心，它不属于瞬间，它属于永恒。